2011 Rain 亚洲巡回演唱会，5月22号晚上7点，新加坡室内体育馆热烈点爆。借着这次的演唱会 ，Rain 要传达环保讯息。我们的수도설비시설과시스템이아주좋은환경에서살고있는데요여러분들의샤워시간을조금만단축시키면고리토의물을자랑할수있다고합니다여러분들이성심성의껏많은노력을좀보여주시면좋겠고요저조차도많은노력을해서물을많이아끼고실생활에서많이활용을하도록하겠습니다